真的，我这队可以很快，超快的。你第一关就是直接碾过去没有关系，第二关我再示范一次，这个珠子你就尽量削干净。这你第一关就把它碾过去就对了，不用担心，有我在。哦 ，follow my tempo 哦 ，follow my tempo。哎，我刚刚有没有削到的？哦，教各位怎么破防啊！注意看好了，注意看好了。干什么缺？注意看哦，注意看怎么破、哦。啊得，学起来。天阶不用放前面，无所谓，无所谓，真的无所谓。啊，没削到。打多少？17000哦。安全起见哦，我们还是那个。不用担心，我们玩具熊熊哦，基本上他只是拿来囤，就是帮忙啊拖时间的。玩具熊可以帮忙拖时间，所以是，而且他可以帮双子绿那个珠子出来，所以是很好用的。然后加回复力哦，一减三个蒙拉减四口哦。嗯，我看一下，下一关低血高连击，所以不要干掉他，先不要急着干掉他，让熊熊再开，反正就照这个 tempo 去玩就对了。哎、欸，错节嘞 ，OK 了哈、哦，应该没问题啊，各位。我现在是要把那个杂猪清掉，目前的打算。好、哦，没有强化猪不用担心，天蝎或者是那个奥丁都可以开。很好打了，真的，你看我打讲的人很轻松，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不是这回合啊！啊，我刚我打错回合了，我操！没关系，奥丁直接开主神微微哈。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，她的名字叫做小薇，她有双温柔的眼睛。他的名字敲敲我的心，小薇呀，你可知道我多爱你？嗯，先送走旁边的好了。回血。想办法回血，一定要回满。等下可以留一点心珠。你只要这边先转，我想一下，先转这个好了。嗯，看不能转的，靠腰。好吧，转了就转了，因为我玩具熊啊，所以我有点乱玩的，我觉得不 care。欸、这队在第一回合，我建议就是用尽全力把它干掉，你知道吗？
用尽全力哦，全力哦，哎，全力。难度在这边啊，这边一样跟刚才控那个伤害，你控伤害就对了。Follow my tempo， 保证你妥妥啊，妥妥，不是烫伤害的妥啦，卖不然恭维。哦，没有玩具熊，稳稳妥妥又妥妥，妥妥稳稳又稳稳。你问我为什么这么妥，我说你看不懂。哎呀，是不是很妥？是不是稳？稳妥啊，稳妥，稳妥。OK 啦哈，这个的话，我想一下，开这个好了。五连珠哦，很重要哦。这很重要哦，那个中间少了都没关系，你至少那个五连珠做出来，伤害就会出来了。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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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有两只界王犬哎，开什么玩笑啊？开玩笑。将会了，知道我怎么打了哈？这一关一样，不会打的人看清楚我怎么打的，就这样打。哎，没有啦，那是效果啦，真的啦，那是效果，那是效果。你看着，哎，啊，百姓，你那个铜属拼图盾，你为什么啊放暗珠进去？我故意的，真的。刚刚很准时来的人都知道我在干什么。对，因为你不准时，所以你要稍微看一下我到底在干嘛。看好哦，哇，看好哦，哇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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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biang biang biang， 哇，干掉！了解了，这样知道怎么打了，学起来！哇，金锁哎、欸，金锁哎、欸，不是《还珠格格》里面那一只吗？咖啡，不知道你们知道在讲什么东西？哎，600多万。1300万 ，OK， 主神微微，来，左右各五连珠哦，各位，哦，一个失败的叠珠，哦，造就一个成功的通关，哦，学起来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什么叫失败叠珠，造就成功的通关？你讲他笑，记得、哦、手消进消水哦。哦，水珠做叠珠哈，水珠做叠珠口诀，哦，水珠做叠珠，哦，水珠做叠珠啊，不要龙科啊，哦啦哦啦哦啦 K， 哦，哎呦，干大家刷好快、啊，刷好快、啊，一次三成就啊，三九九啊，九九就是嘿、那個，你知道九九厉害啊，没了。舒服啊，舒服！好像省好多时间。这个锁还是有 bug 在、啊，不是说什么？哎、欸，刚会掉巨像哦！哎、欸，更厉害的是，我居然没有这一只，我竟然没有小巨巨、欸。